想着你，只想见你，未来过去，我只想见你。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，你原来你想你。跟台湾的粉丝打招呼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Apex。Introduce yourself， 我们是 Introduce yourself。大家好，我是 Apex 的队长 Wish。Wish，Good。大家好，我是 Apex 的主唱阎王。主唱。大家好，我是 Apex 的 Paxton。哇 ，Paxton。大家好，我是 Apex Aiden。Aiden。大家好，我是 Apex 的 Miu。大家好，我是 Apex 的阿敏。阿敏。大家好，我是 Apex 的 Kun。大家好，我是 Apex 的 Jeff。Jeff。今天我们的 Apex 他们来到节目当中，他们表达了极大的诚意，他们竟然要唱，真的假的？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 ，Are you sure？ 这个是中文呢？哦，对，그렇습니다。제가이제그중국어그대만의유명한또상견이라는노래 OST 중에어想见你，来，那我们就唱起来了，为许来演唱的。来听。
只想见你 Feel like 过去我只想见你 穿遍了整个万国世界线你原来你像你 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 最难解的谜 会不会你啊 和我一样 再等待一句 너무 정확하셨어요. 아, 진짜. 창작한 练多久的 연습 얼마나 하셨나요? 연습을 한 하루 일주일 정도 했어요. 一个礼拜，一个礼拜。以往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首《末日之恋》。哦，夜望，谁都准备了，谁要说到过？夜望，你吗？夜望，你来呀，来来来，哎呦，这首好听哎。哎呦。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在台湾的这一段期间呢，非常的开心。是是。现在慢慢累积啊，已经有非常多的 fans。哇！谢谢。